张家慧当妈仍火辣，透露两岁儿坐云霄飞车这反应。张家慧哟，当妈仍火辣，图周子娱乐，2018年3月3日。艺人张家慧虽然有个两岁儿子琪琪，但身材依旧超吸睛，尤其一双逆天长腿，网友直喊不可思议。张家慧一家三口日前去新马过暖年，他在这趟旅程中发现儿子成长不少，不但能背住自己的小背包走许多路不喊累，就算被大太阳晒得脸红红，外加忽然降下滂沱大雨，仍不减他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。他笑说，儿子耐操，好吃又好睡，是旅行良伴。张家慧透露，这趟新马航是儿子环球影城初体验，即便是全世界面积最小的环球影城，对于两岁多的孩子来说仍是个广大新世界，每个游戏和主题区都深深吸引他。不过游乐设施是以身高做标准，所以琪琪能玩的不多，看住妈妈去玩刺激设施时，他在一旁从头哭到尾，还跟爸爸说，我也想要玩。为了让琪琪更有参与感，全家不仅看了让他手舞足蹈的芝麻街舞台表演，还努力找了他能玩的设施，没想到竟是云霄飞车。张家慧拥有逆天长腿，图周子娱乐，2018年3月3日。排队过程中，琪琪难掩兴奋，但张家慧一度挣扎要不要让他坐，因为云霄飞车看起来是大人也会尖叫的那种等级。没想到他连玩了两项云霄飞车始终淡定，直说不怕，好玩。他笑说，有可能是吓傻了吧。